大家好，我是凯文。今天呢，豆豆准备要玩 LOL 惊喜卡片哦。那么现在开始 ，Let's play。卡片游戏呢，非常的简单。不过首先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哦。哇 ，LOL 卡片人物还真不少呢。有朋克少女、劲舞女王，还有里奥小妹哦，蹦蹦。里面有好多人物呢，这里面还有一张蹦蹦。每个人物都有两张，一共是十二种人物，每个人各有六张，一共是十二个哟。每个各有六张，不过凯文每个人物只放两张，然后一张一张翻开，一张一张的。哦，这是墨宝宝。再看旁边，哦，又是一样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凯文就可以获得这两张了。每次得到卡片时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就可以获得一个 LOL 公仔哦。不仅有公仔，还有这样的装饰品。凯文这次要集中注意力，大干一场了。一共有24张卡片，每成功一次呢，就可以获得可爱的 LOL 公仔。凯文要在24次机会当中呢，可以得到6个公仔的话。噔噔，就可以得这个大号的公仔了。好的，那么现在试试游戏吧。首先这里劲舞女王，劲舞女王的对角这里，噔啊，是吉利娃。好，第二个，噔噔，哦，傅雷士，哦，旁边啊，目前没有一个一样的。好，第三个，哇，吉利娃，等等，吉利娃是第一个出现的，对吧？应该是这里。哇，第六次翻牌获得了吉利娃，哦，不错不错，现在可以获得一个小的公仔了。我选他吧。然后哦，我得记住，刚才出现的是弗雷士。哦，好的，我来翻牌了。哦，蹦蹦，蹦蹦还没有出现过呢，那就选这张吧。哇！哦，连续成功，哇，好了，又可以获得小公仔了。粉色头发，就这个粉头发啦。好的，就是他，获得2个咯。哦，接着继续，劲舞女王呀，劲舞女王小公仔，这个吧，叫他吧。哇哦哇哦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哦，哇，加上这个已经有3个了，还有几次机会呢？哦，还有6次呢。哦，那么也就是说，这6次要全部成功才能获得大公仔，是吗？来吧，哦，里奥小妹，呀，成功了，里奥小妹。现在呢，还有4次机会，都要成功，一定要猜对。1、2、3，啊！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整理一下。现在一个小公仔，朋友们哪个大公仔更好看一些呢？凯文呢？哒哒！好好，哇，凯文玩游戏真是太厉害了！看，这些都是凯文得到的公仔，不错不错啊。那不光这样玩的话呢，公仔们估计会很无聊，我们用装饰品来做赌注，再来一盘游戏怎么样呢？好，游戏出发。这回跟上局一样的，每找到一对就可以获得一种装饰品，获得6种装饰品时可以随机得到一个球哦，这是随机球，我们一定要找到6种装饰的哦。这个球呢是随机的，我们可以选择的，马上开始吧。找到一对，加油。好，选择，哦，装饰品要时尚一点的。种类真不少呢，选什么好呢？就选帅气的太阳镜吧。好的，公仔得到了太阳镜，非常合适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第二个装饰品就选一个适合大公仔的吧。哦，戴在边上，噔噔。接下来是第3对，这个劲舞女王，就是没有出现过的。朋友们还剩几次机会啊？凯文现在，哦，只剩下6次机会了，怎么办？
我是昆迪，哦，居然是这个，昆迪出现吧，让我激动一下。哦，是迪瓦，迪瓦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昆迪，哦，怎么回事？哦，进屋女王昆迪可以吗？啊，朋友们，昆迪在这里，找到，找到昆迪了。那么现在就剩最后一次凑成一对的机会了，如果可以成功的话，就算我获得一次随机球怎么样？朋友们也相当好奇嘛。好的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当哦 ，MC 乔伊，哦，这个我看到过，哦，朋友们，哎，啊，不管了，啊，哦，朋友们，凯文今天运气好到爆炸，终于可以得到随机球了，究竟里面是什么呢？酒精，哇，哦哦，这是什么？是手机吗？好像是手机啊，反正抽到了这个，送给你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凯文今天获得了好多公仔啊，心情超棒的。那么下次凯文会带来更多有趣的游戏和大家分享的，再见啦。